人一切佛法不出一句话，虽愿无性，无性虽愿，虽愿无性是佛法身，无性虽愿是佛报法身。菩萨应机世间，悲愿各不相同，而智公上人于般若法解悟特深，讲说住宿及行持，莫不深契二谛之理。犹如华严经中所说，此菩萨识般若蜜中般若波罗蜜偏多，于非不修，但随力随分。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这个道理深深不可思议。给这个名字叫二谛，这是佛法，抓住要点以后，全部佛法就会了解，全部的佛法不离这个。听师父上课的时候，他习惯用二谛理。那对于佛法，从经题开始，一直到最后流通分，他都习惯以二谛理来掌握、来讲解。
刚开始的时候还并不一定那么懂，但是恍惚听，这个耳熟能详以后，逐渐也比较容易了解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。二谛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芸芸众生的本来面目，宇宙万法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，找不到一个实体存在，我们称它为性空，这是真谛。可是别误会，空是贫瘠而没有东西，空它富有的很，我们给它不同的因缘条件，它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成品产生，这是缘起，也叫做熟地。这节目经重点，首楞严翻译为一切是究竟坚固，若经中显若世俗，是一切事若经中显若圣意，圣意也叫地狱，就是究竟坚固。我们就知道首楞严双说二谛，这一部经都为了首楞严，大家懂得首楞严，全部楞严经就长了要领了。有人问老和尚如何深入二谛，老和尚回答：学，学无止境，没有方便门。你们入的话，你慢慢的，因为你要吃饭，一口饭吃不饱，你必须耐心的一口一口的吃才饱的。你要说一切得都不一样，那不可能。我到五指山去，一切经没有，他那没有，也没有藏经，也没有高原上杂志，乱七八糟的佛教书，没什么可看的。我就在他那个抽屉翻来翻去，翻出半本那个破破烂烂的《法华经》，别的没有。那我自己带的经本呢，就是一本《圆觉经》，这每天没有事，你看打开也是《圆觉经》。
不看也是愿觉经，没有别的经看嘛。我有一天就看了这个地方，欲众百千万亿阿僧之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，乱起乱灭。哎，我看这个吓了一跳。当时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停顿了一下子，大略有点影响，知道他意思了。哦，不想怎么样，那个泪止不住的流，他不是伤心，也不是悲哀，就止不住的流泪。1959年。的夏天吧，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呀、啊，那达杭师伯就跟我介绍说，哎，这位是你的师父什么某某法师啊，我就举目一看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怎么长得很高，又很大，又黑黑的，还、啊、又很胖，肚子很大，我心里就觉得很讶异这样子。哎，他要发心在这边，在光明寺静坐3年，就是要业大藏经这样。光明寺有那个订那个报纸，然后报纸来的时候，我都会问说：“叔叔，你要不要看报纸？”他说：“我藏经都看不完了，还看什么报纸？”师父那间房间是蛮大，可是里面只有一个桌子嘛，也没有金架，什么都没有嘛。他在里面看经，他看经完了出来，他就是做晚课，因为他要负责我们做晚课，早课的话就是我做嘛，他晚课他会做。那做好之后，他就是进去打坐了，那他也不会跟人家讲话。我看《大藏经》看好几遍了。不是看经本的，第一遍看经本，第二遍、三遍、四遍、五遍、六遍看笔记。你不做笔记不白费了吗？在经上看第一遍的时候不懂，第二遍也了解一点了，第三遍、四遍、五遍、六遍看久了，哦，他这个意思，看久了他懂了，因为人有一种悟性。三个地方，你在这个法里头勇猛挣扎，有点醒过来，了生死，那个叫解脱。这个不可见老师就不能向师父来敲门了。那这一面的时候，阿弥陀的时候，就可以向师父来请法。当初在那个学佛的阶段的时候，离开当最初的个道场，有一些学长说：“你现在在学那个净土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去学那个密宗？”我心里就七上八下，我说认为师父这个法那么好，怎么可以离开？那我就请师父来跟我开示。师父认为说我这个人还学佛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很虔诚的。他也告诉我说，我虽然不能说真正的了，说我已经了生死，但可以老实的告诉你，可以切实的告诉你，
我已经见到生死的边。凡夫怎么修般若呢？老上开示，念佛不起贪嗔痴就是般若。平常不妨念佛不起贪嗔痴是念佛定，虽然在念佛定中不妨你吃饭睡觉做工作，烦恼来时不忘念佛不起贪嗔痴，虽然在念佛定中烦恼不妨碍你。这个法门就是般若，定中是不变，不妨碍的功德随缘，随缘而不变，所以做功德不妨碍在定中，不变而随缘，不妨碍在定中可以做功德。认识师父大概是民国1961年左右，因为那时候放了寒假，就有人通知我说到那个松山寺这边有个北区大专佛学讲座可以来听。对，什么都没有，只要看到师父就会看到念珠了。那他一学期讲心经，一学期讲金刚经，所以讲到后来我们对他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，或者他讲说不起贪嗔痴啊，讲到后来他讲说无我人众受相啊，我们都很熟悉啊。那不管他讲心经或讲金刚经哦，都会导归念佛。大家要观察自己的心，你们现在的心不是你的，是一切幻境所起的。佛法称之为六识心，也称为六识缘影。不相信你观一观，你的心好像流水一样，念头不断。如果念头没有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是你的清净心，称之为自性清净心，那才是你的真心呢。自性清净心又称之为般若心，所以有一句话，一念不生般若生。念头分两种，哪两种呢？有念无念都要让它不生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念佛名号。念佛名号一心不乱的时候，一丝杂念没有，契合于无念。佛号念得清楚，契合于念。